这个影视剧吧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。我推荐的呢，是我自己喜欢的。如果您看了之后觉得不喜欢啊，您可以不看。那有的朋友就在评论里说啊，我是看你推荐才看的这个剧，我觉得真不怎么样。那您觉得不怎么样，您就别看了。还有朋友说，我是听你推荐的这个剧，然后你现在又说这个剧里头有问题。对呀，我是看了开头，我觉得还行，我追下来，我觉得里头有些问题，我再发出来说一说。那追剧不就是这样吗？追到一半儿啊，你有权利决定追下去还是不追下去。我的观点呢，只是一个参考。您要觉得您听了我的，好像受了很大损失，要不您这个把您微信告诉我，我微您20啊，弥补一下您损失，给您买杯奶茶喝。啊，像影视剧推荐这种东西啊，我又不是权威，而且就算是权威说的，你们也未必爱听。啊，那权威说让你多看主旋律，你也未必爱看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没必要太较真儿。啊，我推荐您，如果喜欢看呢，您就看；如果不喜欢看呢，您可以弃剧。啊，我又不是拿了电视剧的钱来推广，所以大家没必要太认真这个事儿啊。我推荐归推荐，可是如果您觉得不好看，这事儿我真负不了责任。